一号，八月二零二四年。哦，我所讲的东西，每个不相信。哦，时间到了哦，一定要忘跑步架，几个 km 也是一样哦。如果车主培训你出来，哦，你还是真正专业人士。哦，你们看清楚啊！啊，公司够有时间，够有寿命。你看它皮用过本，看吗？过本它皮。哦，这个厂家生产是欧林金的，我们有没有骗车主？哦，厂家你还有一点输在哪里？没有 screen， 看吗？这个 screen， 哦，有 screen， 它是卖更加贵。哦，也是原装。哦，它皮，这个还没有洗的啊！你看它还没有洗。OK。没有洗出来，真正要洗出来是这样子。哦，还有很多厂，还有很多做修理车，每天过时书，文凭嘎高，没有作用。哦，这个是这样，自力公司是有什么作用吗？这个公司很贵。哦，这是给备油螺丝用的，不是油啊。你看，之前好忘过了啊，我也不知道，根本也备螺丝会这样子，很难测。全部过生锈，应该是那个塑胶不见掉啊，和塑胶啊，看吗？哦，塑胶不见掉，我就给他买一个哦，没有办法啊。这个塑胶没有完整个而已，哦，应该是螺丝不塑胶不见掉哦。几专业人士，市场没有有一个专业人士，我没有测出来，我不知道啊。哦，一个有理由，哦，每个做工没有用啦，什么种族都是一样，不要每天搞政治。哦，这个另外一边我做出来了，哦，他跟那个花令啊，我全部已经做出来了，很满意。哦，如果我的冷气不冷不收钱，冷库肯定可以挑战整个市场哦。你看我拿了身份，哦，这个跟车主一样用公司跟他算，啊，这个哈亮亮哦，看到吗？哦，你烧了什么东西？哦，这个是真正专业人士做出来的。等下我问车主一下哦，你公司没有，你一定要加个，没有个马两粒是买一些的啦。哦，我跟他讲已经买一些，哦，看看吗？他整个前行厂给人家做过光了哦，他之前还有来问过我，看要做冷气吗？哦，穿了半年呐、啊，三个月，半年有啊，他来找我，你只要一给他找我，就没有事啊。哦，还不油已经忘出来了，看嘛，还不油，很干净，不油很干净，他公司傻公司，我就给他加。哦，这个不油是真正洗出来的，前后都有洗，哦，只有用两罐，哦。我洗个工钱跟人家工钱不一样，哦，我是比较贵一点，我可以做个很好，很满意啦。哦，车主也要知道哦，你给他了一个追听卡做工啊，做工你知道什么叫塑胶吗？塑胶这边，这个要放下来，我给你看。哦，没有你不明白啊，我没有讲我不知道啊，讲了肯定要给他们啊，文凭跟阿张有作用啊，你几专业？哦，我是讲还有还给他去了往后，给他 break。他讲 break 不一次的，看他崩花掉啊，这个叫塑胶，这里塑胶，看吗？他崩也是有问题的，差点硬用硬用，我去给他看一下，给他查一下，哇，很难进哦，不要进了，好、哦，这种 break 可以调出那个，如果我 break 不能，整个前行舱我送你 break 皮，知道吗？就谢谢大家，然后一边我去买这个塑胶先。